我们用了一个利益众生的心态，那么整个世界因大家的发心而改变。各位每天要这样想啊，如果你不这样想了，你老了会忧郁症啊，因为你会被家里的啦，被你的业力啦卡掉呢，还面拢袂笑啊，你变塑胶面啊。而且你来去想着囡仔，想着你爱的对象，你心关了足欢喜啊。可能我记得我的老母在世，那么有一遍，阮大爷讲啊，老母哪会无去？是安怎？家己叫客轮车去看我的囝呢，看伊的金孙安尼啊，这是他唯一的快乐。所以呢，你无爽快，佮讲啊，恁孙要来啊，我就笑出来啊。所以，当时这是一个执着，但是伊看着足快乐。但是一个人老发多，佮他想着囡啊，哦，就希望祝福囡啊快乐；想着老人，就希望老人健康，安尼心肝有快乐无？一定要一直练习，一直练习，这个叫慈心呐、啊，啊。所以，来，咱今晚就快乐一下，想到迄台囡仔，好唔好啊？好，开始。我看你面都快乐，啊，所以说一直练习，一直练习啊，练习到，哎呀，心发怒放啊，想到，哦，迄台鱼啊，希望伊快乐，伊有人，迄台快乐，哇，这样这样。那有这个经常练习这个弥勒菩萨的平等慈心。然后呢，自然对众生的平等悲心，你爱欢喜的，唔甘于甘苦了啊，所以你自然就会想要帮助他们离苦。这个不能说跟他大家看经典啊，安尼直直拜，但是呢，看到人煞面拗面臭安尼啊，哎也无想要笑，也无想要甲斗相共，所以修行跟你有读册无读册无关系啊，所以。希望各位今天下课出去外口，中道出去外口，直直行，直直笑。隔壁种规，迄间个穿乌衫出来，人拢咧笑啊！啊，看到一个拍招呼，下回呢，不管在伊就来啊，伊嘛要来倒笑。啊，迄内底穿乌衫啥扮松鼠啊！啊，人家还要觉得说，好吧，觉得不好，不吉祥。我们在高雄就这样。高雄的道场被厝皮被给挂，恁那拢咧扮松鼠的啦，迄超度囡仔，我讲迄个高雄菩萨，讲恁拢无咧笑的，啊，恁拢为了家己的艰苦来修行的啊，那这样的厝皮隔壁就袂欢喜啊，对不对？袂欢喜就甲你挂，啊，看恁唱靠调啊，佮操个老听去拢听有啊呢，啊，我们在唱赞呢，但是听那个叫靠调啊。啊，所以因为你内心里面平常没有修慈心的人啊，谁谁念谁谁念嘛，万谈啊，你唱歌大声嘛，靠调啊呢。所以我想，万法唯心造啊，所以各位今日来参加，不管在有快乐不，比囡仔较快乐。啊，这囡仔看什么拢足快乐，足欢喜，安尼啦。啊，这个叫童真嘛，赤子之心呢、啊。那我们要这样练习。啊，所以各位长辈今日要来参加，不管在长辈困未起无，很兴奋呐、啊！你啊，我们来念五经吗、啊？哇，足快乐啊！不管在个修好谁啊，啊，二十小节不堕落三恶道啊，二十小节咯，等下我都要特别去查二十小节，就等于八百万辈子啊。等于那八百万投胎，平均八十岁，你要投胎八百万倍啊！所以八百万岁拢未对到地甲轨道出生度，所以咱来用出离心，又乘以三倍，咱来用离众生的菩提心两百万劫，那无法多生了啊！所以一举一压，就法度创造哈尼大个福报功德。念一遍来，回向众生啊，让众生远离病苦，让众生消毒业障，让这个世界无灾难车祸，远离横祸等等。所以各位，安尼欢喜哦，讲我好啊，现在中道拢出去笑哦，啊，出去欢喜哦，现在所在叫做
主笔基金会啊，对不对？那种的主笔的悲愿讲堂，那主笔佛观的来帮助众生的呀、啊，啊，所以心若欢喜，身体就好，是不是安尼啊？啊，心若烦恼、艰苦，腰骨酸痛，再去爬不起来，啊。所以你要跟他讲，哇！所以佛陀说，修慈心的人，暗时好困，再去起来精神好，安尼啊，啊。所以别做拍榜等等等等的功德，所以因为咱了解佛法了，了解佛法了，所以哪一天哪一天我们生病要走了啊，子孙都要考，别考了，替我求我未来快乐世界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别烦恼啊！因为咱急功近脆，对不对？尽力的照顾家里，不执着了，尽力的做功德了。世间法出世间法，人来这个世间本来就是来害者受苦的，爱甘愿呐，好唔好？啊，害个真快乐啦，做个真快乐啊！所以那害者那做功德，这就佛教的修行啊。念一下，进障累积啊，一直消除障碍，一直累积资粮功德。所以每天就是这样过啊，卖嗨呢，所以脚疼脚疼无要紧啦，够正脚啦。啊，两支拢疼，还够手啦，无紧啦。所以，因为你若欢喜接受业报，那心情好，迄、那个业就减轻啦。啊，所以不管怎个意思是，想到好多万里病苦，因为咱心安住的正念，那时阵呢，气改活了加持，哇，那这个破病才超完啦。啊，所以感觉啊，所以卖去有破病又去。啊，卖去有烦恼扭去，专心念佛、念法、念经，就这个意思。老法都出家吼，干那咧天堂安尼啦，在家逼迫，出家自在啊。所以各位啊，出家快乐不？啊，无嘛来出一天安尼啦。啊，一个月六天快乐啊，放下世间，精进修行，所以安尼就有法度啊，富贵自在，六十小劫。啊，老佛陀为众生受不管灾，乞丐哇！当然为众生也包含了人天福报，你乞丐布施也包含了解脱的心态。那呢呢，不可思议啊！两百万劫，那这种的富贵自在，念这边来回向众生，改变台湾，唔免双击你就掉了啊！你这个人快乐是讲，他也可以影响这个世界，对不对？今天你所八关斋戒，这个世界都在你影响的范围，你不用跟人家去争取什么选什么领导总统了啦。啊，我想作为一个领导，他就是一种权力嘛，对不对？听我的。但是我们了解佛法的人，给你做一万次的皇帝 ，no， 我守一天八关斋戒，啊。所以孔雀虽有色延伸，这几家孔雀还能睡，不如野鸭能高飞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种心态才是真正超越的。所以老实说，我在看台湾的选举，实在是变他怎么讨个破去啊？啊，咱看干嘛讨个公公卖看了？啊，不管算做，咱拢该主笔回向可怜咯，啊，不要受不管灾。啊，念佛多快乐、啊！所以当然啦、啊，菩萨讲无要紧，迄艰苦的代志我来做，迄就无要紧啦。你要得尊卑，啊，你要为了个人的凸显自己的理念、权力，做了真歹命，一定会腰疼。我跟你讲，压力过大，啊，会破病，会头壳疼，是因为压力太大。所以我们今天所报关斋戒。各位呢，暂时离开恁翁，暂时离开恁某，欢喜无？今日无囝无孙，安尼，连一只狗也无无，啊，我很足快乐。所以连辛苦嘛，叫一个叫来叫来拜佛就好了。啊，心主宰，这个叫什么来？心涅槃。哎，我们的内心放下世间的执着，保持正念，所以那种快乐啊，没有办法比喻啊。所以各位要如此啊！所以咱学佛的人，你即马已经受不管在学佛遐尼久啊，
领导的人从你嘴巴听不到抱怨啊，隔壁的人讲隔壁还恁在咧笑什么？时机也无好，伊规工咧笑个呢。啊，你快乐，手会摕一杯米啊，要出去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啊。所以，因为他每天都在快乐嘛，所以随缘啊，破病正好念佛，无急赶快念佛，随缘。所以阿摩顿哎，阿弥陀佛，最好念佛啊，祝福你随缘。所以，因为你不会执着，所以佛陀要我们守八关斋戒呢，他就是念一下放下世间，就是要让我们体悟那一种放下世间执着的法喜快乐，这叫一时涅槃远离的快乐。所以各位，我出家人有快乐不？你看伊面有咧笑无？有诶嘛，出家较真艰苦啊！人要找快乐找不完，人要找痛苦也找不完啊！这个出家的心要改变，想的是法，想的是众生，而不是想说：“哎呦，我腰又在痛，我晚上睡不好。”看那样啊！所以各位在度兵循啊，为自己想当然很痛苦啦，但是为佛法、为众生想，快不快乐？我想是心比较重要啦。所以每个人都应该保持哇，我等着顾哎，我下个月还去受包关斋戒，我等着顾了，可能要给约会啊呢。念一下，与佛陀约会，跟自己约会，哎，要跟自己约会。以前跟老公老婆约会，现在紧赶过完了。啊，世间法是压力啊，变化无常。所以当然我也看到过很多生病的人呢，他就觉得每天什么有什么敏感病草是吧？因为他就一直想着我的破病，我的破病，那你就不快乐啊！要怎么讲？来，你讲放下身体，就这个交给医生嘛，对不对？该吃药就吃药嘛。那我的心在念佛，哎，我的心在思维释迦牟尼佛，我的心在思维众生苦。这个就是修行人跟凡夫不一样。凡夫想了自己很痛苦，修行人想的是佛法，八关斋戒，念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要去放生，明天要去新竹，快不快乐？啊，比去欧洲快乐啊！啊，比去天堂快乐啊！因为我们要去大烟供放生啊，这么多人，这么法喜水喜大众啊，套炸的那边坐游览车，哦，比上班较怕病。啊，这点外钟，你是要去倒啊？要去招标了，抛烟火讨厌啊！所以，因为你有一个正确的动机，所以我这样讲，各位永远记住一个关键：当你那心情不好，你的想法有问题啊！你搁咧烦恼什么呀？是不是？所以你卖去烦恼说，我都腰疼，我都头壳疼，我未跟你讲话，就看到你咧疼，迄面都肿个跳跳疼呢。啊，所以你就要心爱转，佛教人念阿弥陀佛，念心经啊，念大悲咒，来一记念起，哎呀，你就专念。所以八关斋嘛是这意思，好难归的寺名身口意，按照佛陀的戒定慧啊安住，那你就忘了贪嗔痴了啊，消除业障了，以其这边烦恼受苦。还不如保持正念正行，这样来持戒。啊，你有了解不？交代完了，交代完了。啊，就是安尼，面对生老病死、爱恨别离，啊，子孙无友好、无钱安怎？卖烦恼，属于你愈烦恼，火上加火。啊，你愈接着对方越跟你对立，安尼啊。所以各位永远把握这个道理。佛陀讲的方法呢，我都是爱，什么叫我放下？就是要放下，不执着的去爱他，应该好。咱去甲别人做念，两个就欢喜。我有功德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就有功德。你起码替恁囝死去念哪念哪考啊！啊，因为你有一个执着，咱的囝甲别人的囝，其实你过去去做念给囡仔，拢是你的囝，老人拢是恁爸母，你拢未考，因为你无执着。看到这个感恩的一面啊，来给他做念，安尼啦。
你即摆有一个执着，哦，我腰咧疼，阮囝安尼结婚无好啊，生意歹啊，安尼规工伫烦恼，即个来改变，来改变，这是我出家最大的体悟啊！我在家真的压力很大啊，我觉得真的是困兽之斗，规工安尼拢袂笑安尼啊啊！但是我懂了佛法，我决心出家了，哦，我一定要脱离这个世间。当然，我不是心情不好，我是想着如何逃造化那年了。用尽办法设计了两年，终于逃跑成功。啊，那逃跑不是逃避呢？我老婆出给我都唔捌你呢，你们唔捌我呢？啊，那大家就为了佛法在快乐嘛。所以，当然我也希望啊，家里人都能够体悟这个道理啦。如果他不体悟这道理，哎呀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对不对？啊。然后体悟这个道理，哎呦，我羡慕你哦，我羡慕你。所以你今天早起要出来，领导的人来开门口，我羡慕你哦。你别去受不管在哦，你不是偷走来，哎呀，啊，当然无论如何，啊，我是为了恁好，唔得别去受不管在，对不对？功德回向给你们，烦恼你学多拜也恰好，还不如受不管在回向给你，伊都袂恰好啊。这是佛法讲的几条啊。不管你烦恼是啥物，迄种加烦恼的，等于火上加火，会更加艰苦。你咧烦恼，将烦恼转成两阿弥陀佛，转成慈悲来老人伊关心其他的老人，恁囝就较好啦。啊，烦恼你会腰艰苦，啊，我着多去甲人奉心，啊，去甲人照顾，啊，你会腰就好啦。所以我们叫悲愿讲堂，为什么叫悲愿呢？那来慈悲法官对众生。帮助众生发展者啊，所以那安尼，咱大家都超越自己的痛苦。生命不是无痛苦，是你可以超越安尼。所以，当我们按照八关斋戒那些细节，你都很多超越，超越。而且安怎，各有啥物好处？我念一遍：中品中生，极乐世界啊！各位你爱偷笑一下哦，和你做皇帝，我无，我们来极乐世界啊！而且我个受几啊遍，我发菩提心啊，即卖咧变上品诶，所以我即卖咧印一本皈依证，叫做极乐护照。有资格往生，才坐头前，啊，剩咧坐到后边，因为头前要互人看讲，我是要去极乐世界，已经登因啦呢。啊，向来看我诶跋杯，我甲你讲。无你可以吧？哦，这个是上品的，这个头前，中品的坐第二排，下品的坐第三排，安尼啦。啊，后边人很羡慕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要去极乐世界，已经挂名了极乐世界，你看还明星到现在看呢。所以爱学学习，不是好压，不是权力管，是一种自在的信心，对不对？啊，功修功德的福报啊，咱大家就足欣欣伊啊。伊即嘛人伫这世间，做完伊即嘛伊个生命已经伫极乐世界啊！呢，安尼快乐无啊？啊，所以礼拜后拜爱看护照啊！啊，你是坐接都是白，你有咧极乐啊无？哎呀，所以各位，我决定要去无？哎，一定爱有啊！规工想，所以就卖烦恼啊，卖个想当，即嘛好好啊，乞丐，好好啊，修福报功德。啊，要来要拼什么？来上品往生，哎，要拼就拼上品的啦，不然后摆你的化号叫做下品。那问你讲是安怎下摆上？啊，你就下品，有个人个无品，你连品位都无可能啦，无品啦呢。所以，但是各位要有信心，好好啊，乞丐。佛力加持不可思议，很多人不相信，有人帮忙说，安尼一天就发到中品，那有可能？哦，你实在无相信佛，足可能，佛都明明安尼讲，啊，那有可能？你只要好好持戒，那不是乱搞啊？啊，但是就好好持戒，叫安尼讲，啊，你就中品众生，啊，你讲你假财，我修个菩萨戒，哇，你的名叫做上品啊，啊。所以那你要想这个人不要一直想世间法啦，我咧破病，阮囝安怎，阮翁安怎啊？你爸母有超度无？你有咧是给了世界的心态，爸母会超度未？一定诶。那爸母呢咧给了世界，你的心嘛真快咯，这是互相影响的。啊，你就是无相信，无相信阿弥陀佛，无搁咧烦恼，
你的北部社会你错掉的呢，啊，所以你丢掉的呀。所以你安怎想就影响北部安怎，所以咱好好受北关在个这种个主宰的心态，念一遍来，左先桥东，啊，这个你就保证的，你不要烦恼太多，啊，你持戒，那个念佛，所以我们华人就是呢，北部翁星系的高纲，大概披麻戴孝的受北关在嘛，啊，广修功德，这是一个保证。但是人就是怀疑佛的力量，阿弥陀佛的力量，这个比较可惜了。所以各位从今天开始不怀疑，好不好啊？哇，你药师疑鬼，药师佛来跟他跨边还要背后啊！重点是对方不接受，了解吗？我老伯有这个好处，虽然他平常不相信，跨边他就很相信啊，他就会打电话给我，惊呀，怪了开心，那么不接话 ，D P 下这安尼都好啊，因为他相信，他连我这条念珠都很相信。啊，老人就算较疼，看到我，念珠甲叫去，较用用，我还 OK， 我阁转来充电，电脑里用完去啊。啊，那是他相信，这个是很重要，所以他相信哦，一条摕去念念，很多信徒也一样啊，书里一条挂什么？这啊，一条给我，刚好我挂足久啊呢，啊。我这条无咧好人诶，我这条是咧超度诶，今摆来写白话这条就甲断落去 ，OK？ 我你若要超度咯，这条对足侪贵，我来卖我这条好。啊，毋是对足侪贵，安尼讲歹听，超度足侪众生。啊，所以也专门咧超度诶。事实上，它是个塑胶的，但是里面有我们的悲心跟信心，有佛的力量，戴在手上好不好看啊？是这个庄严还是结婚戒指庄严啊？结婚戒指是无奈啊，啊，无法度了，这才是我们的快乐啊。所以一条免一两块啦，应该这好唔好啊？啊，赶快结缘啊！而且因为你他只要带这一条，他不信佛教，他都可以不堕落三恶道啊，随心满愿大随求众。接触解脱咒，你提起舍弃的叫碰水成佛咒，有容易内来的呀。所以那又这么便宜，但重点是佛法的不可思议。好，那继续念，四十三呀。所以各位恭维爱出关呢，要死嘛在笑啊呢。啊，你们说啊，歹啊，这是掉感情啊，你歹啊你。那严重啊呢？啊，你是做什么恶业？无死嘛，和你讲啊死啊呢？啊，心情都咧歹，搁拄到你这个国家，所以各位哎，大家快乐，大家笑，要死也搁咧笑安尼啊。因为我们学佛，对不对？很快乐，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。我当时啊，我跟幸福在聊佛法，聊完以后，多少淡淡淡淡淡淡三点钟，等我下来，然后就开始考师傅，我得癌症，我都讲三点钟拢白讲诶。你都没有在听啊！你在想我得癌症，我被吸血，我得，我就知道你有问题，坐在那边很痛苦，这头几百拢足艰苦一种的人啊，了解吗？在家这样足艰苦，足艰苦，我被吸啊！啊，我就想你讲他故意拢无在听啊，所以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心不在法，了解吗？所以各位念阿弥陀佛，不管你安怎艰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哎呀，你已经在极乐世界了，阿弥陀佛的佛光在加持我们了，跟你回向的烦恼的对象了。你要有这个相信，如果你有这个相信，你去助念，助念的人不得不往生，对不对？他被你的信心，而佛的力量就拉他的心，就把他拉起来。如果你自己都怀疑，你自己都怀疑这个疑，不管你对什么法怀疑，那这个法就没意义。我的没主逼啊。啊、你念阿弥陀佛，你念观世音菩萨，你自然就慈悲啊！真的吗？啊，你就好啊！哎呀，啊，你要是怀疑观世音菩萨，观音，啊，念到你哭啊，你是念哭掉啊吗？我就足艰苦啊！啊，你念观世音菩萨那艰苦，观世音菩萨是救苦，因为你不相信观音菩萨的力量啊！所以我必须跟各位强调，念佛的哈林都在功德，何况我们今天在什么？念一下做佛事。敬阿罗汉，敬佛陀住。今天我们在做阿罗汉呢，
啊，今天我们在做佛陀呢，也光嘴巴念佛就有这么大的功德，我们用我们的身口意在做佛呢。各位好，把号棒抛啊，你要想这样就好了。所以机器能够欢乐不？所以就算卖过来挨卖来考啊，每次问我都同样的事啊呢，啊，因为先受报关斋戒，到昨天大忏悔三昧水忏，今天下午还要诵地藏经，啊，不问的呀，不问的呀，你这个信心嘣一个敲多啊，他就直接去极乐世界。我们现在要烦恼是，哎呀，没有机会听闻佛法了，我们要帮他。啊，我们要替他守八关斋戒，各位要有这个信心。当然有人问我说，啊，师父你来给我拔杯盟诶，啊，你没信心我都没法度啊。啊，所以如果你有信心啊，没问题，我更认真。但信心不是臭屁啊，我没在问黑啦，啊，你就臭屁，你就没足逼这样啊。啊，因为有些人没办法嘛，啊，但是我们有信心的人啊，我们在旁边助念嘛，对不对？希望他更有信心呢，啊，得佛力加持，还不用烦恼啊！你用佛的心来做事业，来面对世间的家庭，来超越病苦，来超度，来是冤亲债主。你用佛的力量，加上你守八关斋戒，可不可以超越啊？各个超度，各位要有这个信心。所以我都要讲，一日一夜八关斋戒，二十小节。这么长的时间啊，二十小节等于多少公二十一万辈子，这么长的时间几亿年，那你还烦恼什么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今天释迦牟尼佛消除罪业八千劫，所以你有信心那没问题。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为了别人，为了别人啊，这个人没信心啊，这个人还不了解佛法啦，你们宝贝我恭贺啦啊，妹妹打坐的师父我讲好了，让你相信因果啊，所以那用佛力来加持。所以每次有时候他们在问，我拢在边啊念啊，我用祈求佛菩萨加持他，为他念往生咒啊，啊药师咒啊。本来看，哎，恶鬼道，然后我讲啊，你个快点，哎，往生净土，你唔知我咧念无？啊，你家己买在念嘛？啊，念三遍往生咒 OK 啊。对不对？引导他往生净土，这个不是时间的问题啊。所以这是因为这个信心。所以各位在这一点啊，我们要当然呢要善巧方便啊。所以各位爱有，我今嘛那个各位讲啊，我是希望各位爱个打人，把人讲好不好啊？爱要很热衷、积极啊，好看面、报喜，对方看到你的欢喜、够信心，这真简单，这无什么代志啊。伊讲我一日要开刀啊，脊椎要开刀，是脊椎要开刀，然后呢烦恼，医生讲爱叫伊签，啊，无就一世人拢爬袂起来，啊，若无开刀，安怎？多啊，直直烦恼，直直哭，面啊白叔叔，什么啊叔啊，今晚变喏，很简单，先离开你家，住在我们寺庙就好了。为什么龙脉有压力啊？都不要有压力，不要想，因为在寺庙里大家都在念佛啊、诵经啊，很简单啊，放下啊，身口意得到佛的加持，因为。